很荣幸在我当届的时候就刚好举办世界总会第86届的世界联会，由大家的努力，世界联会第一次在亚洲办，就在台湾啊，我也很简单的就这样很容易的就进入到2004到2007的国际理事，这也是因为有办世界联会的关系，所以只要有什么建树的话，应该就是有舍有得，就可以这样子又很放开的视野到这个国际理事会去这样子绕一下。每一届的总会长啊，实在是很辛苦，可以说是专职的，包括我们现任的黄总会长也是如此，可以说把事业都放在一边，披星戴月的每天都这样子呢。这个总会长的这样子的付出，就把我们国际同济会这样子整个囊括起来啊，所以说一切都很有秩序，一切都展现得很亮丽的成绩。我们台湾总会都也能够在各位的努力之下，大家都有机会当总会长，也大家都有能力来带领同济会走向更亮丽的目标。好，感谢大家。